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Case。Hello， 我系麻布，翻嚟玩呢一个新游戏啊，有杀气同玩二话好噶，冇错。咁啊，唔知一大家之前有冇玩过啦？咁啊，童话背景嘅游戏，咁啊入去同大家去玩一玩先。啊，我系新史 Case。哎，我都有玩噶呢一个咧，好难得我开咗 account 咧。我想讲我哋喺冇沟通之前，我哋一齐讲唔知同法啦。真系噶，你真系开咗 account 先。等阵先，我组队先，我组咗先。嗱，睇下先，等我加麻布入嚟先，邀请入嚟先。拒绝。喺呢个时候一定要拒绝。大家如果玩呢个游戏嘅话咧，咁佢入边嘅好多背景，即系故事剧情、主线剧情咧，都会系一个即系好大家好熟悉啲童话故事嘅背景剧情啦。即系好似你会见到可能系一个白雪公主啦，或者系小红帽啦，但佢故事咧又唔系大家谂嗰只个，即系有啲 tricky 嘅，系一个新嘅故事。譬如个小红帽其实系狼人啊嘛，咁算唔算剧透啊？你算啊，你算剧透。咦，我见到你咯，我想讲咧，只鸡喺度跟住。我哋呢个配搭非常之型，系麻布白马骑士麻布配我呢个吟诗游人嘅 case， 我系补血嘅负责。吟诗游人，我系负责补诗啊，吟游诗，真系坐一百年嘅呢个嘢。吟游诗人，嗱，我哋呢个组队犀利啊！麻布喺度打，你喺度补，佢喺前面。即系大家习惯多数系点啊？即系我喺前面弹，跟住麻布，即系多数喺后边补血。调翻转，奶爸嗰啲唔系啊，你系奶爸，我系奶爸，奶爸。我几中意名二色瞳，二色瞳真系好紧要，每一次 set 都想 set 二色瞳。头先讲过啦，其实我啱啱咧完咗个主线任务咧，系玩紧呢个小红帽个剧情噶。而家咧应该系去到呢个爱丽丝嘅剧情。咁我哋应该行紧去咧。就應該會遇見呢一個，見到呢只貓啊，柴郡貓咁啊，大家都好熟悉啦啲樣，唔知幾時會見到阿愛麗絲出現咧？呢個愛麗絲啊，我想講愛麗絲個裝幾靚嘅喎，哇幾靚，係啊幾靚啊！但我都係中意小紅帽嗰個造型得多啲啫，哦即係前一關個小紅帽嗱，因為咧如果大家有玩即係玩咧，你見到咧小紅帽，你留意下個配音咧係阿堂妹配音嚟嘅，係啊，咁啊廣東話配音嚟嘅係。无论是狼人定是人类，都受到一个神秘人偷袭。你哋呢啲愚蠢嘅人，我要你哋通通付上代价。咁啊，个古仔都几得意嘅。咁啊，自己有机会嘅话啦，自己去睇一睇，玩一玩。红心女王啊，女王啊，哦、女王出嚟啦，好靓喎！呢个红心女王，好正啊！呢个造型。嗱，俾大家望下啦。咁啊，介绍一下我而家呢只角色啊。我而家呢只叫宝斯嘅角色，但我觉得佢咧，其实都我觉得佢几好打嘅。你睇下可以定身，其實你跟住一個群體傷害，打咗後，跟住之後咧可以射呢個群體治療。我想問你個群體治療啲箭係咪可以自己校方向㗎？可以，可以校方向。即係而家有好多人喺側邊，你就別。唔係，佢向開咗呢個方向就淨可以射呢個方向，係啦。但係咧射到自己人就會治療啦，射到敵人嘅話咧。佢就係會攻擊嘅，係啦，會扣人血嘅。其實我見到你係好似你個豌豆公主係你跟住你嗰隻嚟噶嘛？係啊，因為其實咧佢咧嗱成個啦，除咗自己個角色之外咧，你見到呢度仲有三招技噶嘛？其實咧佢仲會帶多三隻唔同嘅角色咧，你可以帶佢啲技能啊，同埋帶佢嘅角色出嚟幫手打嘅，係啦。咁啊，我而家用緊咧有幾隻啦，青蛙公主啦，咁啊小姐，唔係喎，仲有隻王子喎，白馬王子大王，好似靚仔過你好多咁樣喎。差唔多啊，差唔多啊。咁我睇下先，上阵你可以配佢哋，唔带边只咧？算啦，我自己都识补血，唔使带补血，带王子出去先。哇，好靓成堆嘢，伙伴可以抽翻嚟，试下单次免费抽先，睇下抽到咩先。会唔会一开始可以抽到？通常都冇。纸哇，纸啊，系咪纸啊？纸啊，纸啊。哇，仙女教母，神仙教母啊！我仲有喎，抽多几下先。咦，金啊！唔系佢开头好似系呢只色嚟噶，金啊！我 feel 到佢系金啊，都系纸啊！巨浪船长，你一只劲嘅有冇？你一只劲嘅公主王子角色，公主小红帽，有金，嚟！旅行法师，小精灵，哇！白雪公主啊，中咗吸血鬼，真噶？你中咗咩吗？上面出咗啦未？白雪公主，咁好啦，斩晒灯我而家，哇，好靓喎，白雪，好靓喎，喂，你有个王子啊，你个王子啊，正，你个王子同公主摆埋一齐啊，正，即刻出去做一组队先，我有三个王子，你有阿拉丁喎，系咯，三个王子喎，哇，好开心喎，唔知大家中唔中，其实我好中意豌豆公主噶，
我非常之中意。豌豆公主咪就係嗰個好多好多好多層牀褥，跟住之後墊咗喺度，跟住發覺哇，有粒豆揞住我啊！係啊係啊，嗰個嘛，我好中意豌豆公主，我覺得佢好勁嘅。其實真係港女嚟嘅喎，我真係覺得佢好勁。公主病啊，咁樣都知嘅咁啊！我帶你出去打個任務先。我啊，近攻嚟啊 ，OK， 唔該。OK， 我哋搞個活動嚟試一試先。喂，有幾樣嘢可以做嘅喎？呢啲活動有啲守護公主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守護公主啊，守護公主啊，守護公主啊。OK，OK，OK。嗱，登場嚟到呢度保護下公主。保護下公主先。佢咧入邊咧仲有好多唔同嘅職業嘅啦。咁咧，我係保師啦，咁阿寶係騎士啦。嗱，你見到啦，嗱呢個聖騎士啦，咁啊呢只巫師啦，跟住魔道士啦，銀月咧呢、這個應該就係類似刺客嗰啲啊。打滅係你最大嘅敵人，勇氣係你最好嘅朋友啊。可能有白雪喎。唔需要啦，我已經有。前往挑戰。未啊，佢呢未啊。佢個頭像咧，佢有幾個俾你揀咧，個個都好靚，啲畫風好靚。喂，公主咧，公主喺下面啊！咦，今日呢一個公主係愛麗絲喎。OK， 認得啦，最近啱啱咧做完個劇情之後。喂，左上面啊，嗰堆嘢唔該打翻佢。你見唔見到？你見唔見到我後面啊？哎呀，打唔緊要啦，唔會死嘅。唔得閒。你見唔見到我有沙漠王子喺度跟住啊？好靚啊！好靚喎。我保師嚟噶嘛？嗱，我喺後面幫你哋定身。唔得，我而家好忙啊。嗱，幫你群體治療，射翻你哋滿血。我呢一嚿嘢轉下轉下嗰嚿咩？係啊，我其中一招技嚟㗎，咁佢就係整完之後就會有個嘢喺度轉下。我幫你定佢身。喂，但係後邊打到入嚟咯，阿王阿王子，阿公主俾人打緊啦。嚟，哎呀死咗啦！又話奶媽嘅。對唔住對唔住，我掛住攻擊唔記得咗保唔記得咗治療你。唔記得咗治療你。決定犧牲我救其他人。對唔住，我一個唔稱職嘅保師。OK OK， 嗱我 keep 住保先。喂，但係我發覺。我發覺好似係咪因為我哋偏低 level 啊？喂，好似有啲難打喎、啊，喂我。係啊。我俾佢打嘢好痛喎、啊，要避啊！快啲清啊！哎呀，公主受到攻擊啊！喂，公主受到攻擊啊！好喎、啊，公主受到攻擊、啊。哇！好多條狼字好緊喎。解決唔到啊！好多地獄犬啊！爭只 boss 咋？有冇人引下怪咁樣啊？冇啊！我哋隻坦唔見咗。係咪即係講我啊？係咪即係講我啊？唔好意思，出咗去休息一下，喺前面一角落瞓低咗。哎 ，OK， 冇血了，爭少少，真係好唔抵喎呢下。係咯，哎，唔好意思，增加咗大家難度，依家就係爭我嘅少少。係爭麻布死得太快，即係太冇咗咧，我哋如果可以捱多兩場，有啲難搞。除了可以即大家一起去看劇情、啊、打副本之外，他還有很多不同的互動功能，即可以送禮物、啊、送禮物、啊、這些就是適合一個情侶、啊、不是是暗戀那個一起玩，送完禮物呢就是女生、啊、暗戀那個一起玩，最重要是什麼呢，他呢親密度高呢他有很多雙人動作可以做，但現在呢我沒什麼雙人動作可以做到，他有些可以500可以一起坐啊，摸頭可以摸一個頭、啊、我很喜歡這些，推倒為什麼有推倒呢，我很喜歡這些推倒，這是阿拉丁和茉莉公主的推土來的，是啊，跟住之後別走可以共舞和擁抱，共舞呢我想說呢不行，這個童話故事最重要就是什麼呢，我們要去跳舞， okay, 我們有個舞廳，我想說我們試一下，應該在這個化妝舞會一路跳跳去在這裡化妝舞會，咦見到你了，喂過來過來參加我皇城的 party 啊，好似我想讲呢度啲人跳舞，呢度真系空少少。呢度啲人跳舞好跳得好激噶喎，系。呢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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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嚟了啦！咁样到，咁样到，咁样到。劲 rock， 我唔知点解，劲古典嘅舞厅，但系真系跳到劲落力咯，班友。呢个舞厅入边咧，应该就系可以搜集呢个光币啊，跟住之后可以换嘢咁样。佢间唔中咧，你跳一阵之后咧，佢就会话你攞啲嘢，攞啲嘢咁。冇错，同埋可以入嚟睇下其他人啲装扮，几靓嘅，几靓。好，今日同大家试玩咗呢个有杀气童话儿，我肯定知道呢个人，呢、這个人一定系知道，佢、這個、一定系知道。我哋下次翻嚟再见，你睇下咧，佢又企翻啱个位，拜拜，拜拜，记住俾翻个 like， 订阅我哋，同埋揿呢个通知啦，拜拜。